agenda 先列出来，我们再看要怎么讨论，好吧？Tiff 姐，是 Amanda 啦，再跟您请教哦。大家对于今年 Q3 有什么想法？哎，小庄，刚那个 Tiff 姐说 Q3 是哪三个问题啊？你脑袋应该带出门啊 ！Q3 是第三季。今天这个 project， 今天开完会，我就要准备 kick off 喽。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准备一下，听到没有 ？Kick off， kick off， 是要开除谁啊？好啦，开完会之后 ，Nick 你好好的去 align 一下这东西的 guideline， 好不好？交代的那个，我该赖的都赖了，然后不该赖的没有不赖的，你看一下。你这家伙到底是谁变出来的？好，既然我们都讨论的差不多了，小庄，对，你去耳塞一下。啊 ，Tiff 姐，你确定吗？当然了，你怀疑呀、啊？可是我今天早上已经饿过了。Tiff 姐，你人真好，谢谢你关心。By the way， 这整件事情根本没有 resource， 也不够 money， 更挤不出 time， 这些事根本就没有想清楚啊，实在不是 very good。